啦啦啦啦！看我的吧，我要把这老剧场刷得和我的画一样漂亮。还有我的外部花朵装饰，一定会让今晚的星光之下联欢会更添风采。哦，我的白蚂蚁，玲玲，你的梯子看起来可不稳啊！胡说，莎莎，在你成为蓝精灵之前，我就用这个梯子了。你还是一边玩去吧。我只是想提醒你。好了，烦死了，就差最后一剪子了。我要倒了，小心！啊，我的天哪！你要是想帮忙，怎么不早说？哦，做梦的骆驼，骆驼要睡也别在板凳上睡呀。我已经习惯了，莎莎。说到睡觉，我可比你在行。你一边玩去吧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又来捣乱！你们这些人就不能让我亲近一点吗？真是一场噩梦，还弄了一身颜料。摇摆的小蝌蚪啊！你要是少拿点，就能看到前面的路了。你不懂，我匆匆能拿多少本书，我自己清楚。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知道了，一边玩去。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我讲话？一个小毛丫头居然还来提醒我小心。啊！天哪，我到处找这块石头，谢谢你，匆匆。别客气。可在繁星的指引下，我成功地将竹筏驶向了岸边，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。求你了，爷爷，再讲点吧。孩子们，要是再讲下去，那就得改名叫阳光之下联欢会了。好了好了，孩子们，爷爷大概是累了。我的孩子们，别担心，只要让我喘口气，再来一块摊摊的月光小点心就好了。太棒了，爷爷要接着讲了。接着讲。好吧，这片陌生的土地就叫做植物园，那里的花儿有三个房子那么高。哇，其实每年联欢晚会上用的蜂蜡蜡烛都是从植物园送来的，是蜜蜂人给我们的礼物。蜜蜂人，我的天哪，他们长什么样啊？甜甜，他们和蜜蜂很相似，只是稍大一些。真希望他们也能这样听我讲话，就像听爷爷讲故事。是呀，我也等不及了。这些故事也太离奇了吧，爸爸。的确是的，花花。倒是比较适合睡觉前听。我总想着植物园的事，肯定睡不着。是啊，我也想去那儿看一看。爷爷，反正我们的蜂蜡蜡烛也快用完了，你要不要再去一趟植物园，要些新的来呢？啊，太好了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我也好长时间没去看我的老朋友崔西女皇了，去趟植物园倒是个不赖的主意，就是不知道蓝爸爸会不会同意呀？同意吧，爸爸，爸爸。是啊，旅游可以开阔蓝精灵的眼界，我当然也包括你们。哦，太好了。不过你们得保证听爷爷的话才行。会后，孩子们，好，准备好了，跳上去！阿布拉卡达布拉，阿拉卡祖，魔法气球，听我说，阿拉卡普拉斯托，请快速前进，飞向我们要去的地方——植物园。安全，孩子们。我好困了，爷爷。这可是魔法气球，兰兰，等我们一醒就到了。提
来吧，孩子们，到了。哇！哇，太漂亮了，那些花好大呀！天哪，比我们的三个房子还要高呢。我们就降落在这儿吧，爷爷。还不行，莎莎，这个还是听我的吧。至少爷爷没说让我一边玩去。那就是你的蜜蜂人朋友吗，爷爷？不，诺诺，他们不是蜜蜂人，而且看起来一点也不友好。我的天哪，气球漏气了！嘿，孩子们，打开沙袋，给他们来个沙子风暴。像爷爷那样做。笨蛋，我们用沙子迷住那些坏家伙的眼睛。太棒了，他们跟不上了。还好没飞出森林，实际上我们正飞向要去的地方。我的天哪，爷爷，我们就要坠毁了。气球快没气了，我控制不了了。哈哈，天助我也，是这些雏菊救了我们。对，可我们怎么从这儿到地面呢？跟我来，孩子们，呀呼向下跳，呀呼向下跳。我们还得跳一下。啊，不，他们又追过来了。我的大黄蜂啊，快藏起来。别紧张，莎莎，这回是友好的本地人。你是说？对，这就是蜜蜂人。扇动翅膀欢迎你，这不是我的朋友蓝爷爷吗？还带来了小朋友。好久不见了，翠西女皇。哎，很高兴再见到你。这个年轻人是谁呀？哦，他是嗡嗡，我的侄子。甚至翅膀行李，嗡嗡。是，姑姑。那么来植物园有什么事吗，蓝爷爷？我们是来拜访的，可却遭到了很不友好的空中袭击。是什么黄蜂？安静，请原谅他们的慌张，蓝爷爷。自从那些邪恶的昆虫来到植物园，就一直企图征服我们蜜蜂人。那是什么，姑姑？别插嘴，嗡嗡。啊，那是我们的魔法气球，小嗡嗡。都是那些讨厌的黄蜂干的，不过我们的运气还不错。哦，那些可恶的昆虫真是无恶不作。快用我们剩余的蜂蜜补好蓝精灵的气球。是，女皇陛下。补好后把气球藏到鲁冰花地去。是，女皇陛下。好了，现在请到我的蜂房共进茶点吧，工蜂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盛情款待呀。欢迎来到蜂房城堡，真是太美了。请允许我带你们来参观一下，别落在后面，嗡嗡。扇动翅膀欢迎。好多房间呀。是啊，多么整洁的蜂房啊。这是我们的蜂蜜制造厂，准备蜜槽，清理蜜桶，打开龙头，制造蜂蜜。我的天哪，要不然大家总说比蜜蜂还忙呢。来，让我们干一杯，欢迎我最甜蜜的伙伴蓝精灵。我猜工蜂忘了给我拿酒杯，姑姑，我去拿吧。不不，嗡嗡，让工蜂去拿吧。姑姑总是什么都不放心让我做。啊，比艳艳浆果还要甜。明天早上我们会去采集更多的花粉来制造蜂蜜，你们愿意一起去吗？那太荣幸了，翠西女皇。哇，真忙啊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是在用蜜蜡制造我们的蜂房，这是整个植物园最坚固的建筑材料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一路上一定很累了，明天还要早起，那就做个好梦吧。晚安，翠西女皇。晚安，女皇陛下。
过朝天啊。是啊，女皇可是个大忙人。削开雄蕊，吸出蜂蜜，别忘了那些孤兔果。我知道哪有好花粉，姑姑。别捣乱，嗡嗡，我忙着呢，你还是一边玩去吧。哦，这句话很耳熟啊。嗡嗡，我想去看看你说的地方。你想去？好啊，我也去。那么，好，跟我走。流成河，女皇都不知道她错过了什么。是啊，嗡嗡，我们回去告诉她你找到了。哦不，那些坏蛋黄蜂要来了。哦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去告诉大家，快！哦，爷爷，那些蜜蜂对彩蜜真的很在行。小心，别碰上花冠。快，姑姑，赶紧藏起来。嗡嗡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很危险。好了，孩子们，现在没时间做游戏。你们没有看到大家都在忙着吗？可是姑姑，你不明白啊！啊，是那些强盗黄蜂。竟敢向蓝精灵拔剑！你们这些卑鄙的坏蛋！看，爷爷被包围了，还有甜甜和蓝蓝。等等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投降吧，蓝色甲虫斗士！绝不！快点走开！嘿嘿，哎，你在拉我的腿吗？啊，好痒！哈哈，这不是找踢吗？啊！四个打一个啊，还真有点难招架，你们还是跑吧，孩子们。可你怎么办，爷爷？放心，我是不会恋战的。快放下我大傻瓜！放开我！全体蜜蜂，快撤回蜂房！哟，这不是蜜蜂女皇本人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，黄蜂大王？应该说也没什么意思。不过呢，就是想让你们帮我个忙。我要你还有这些哭哭啼啼的家伙到我的蜂巢里为我干活。白日做梦，你这恶霸！这哪来的丑八怪昆虫啊？我们不是昆虫，我们是蓝精灵。管你们什么东西，都给我带走！啊，我的大老虎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！得赶紧行动，那些坏蛋黄蜂就要走了，晚了一步。我的猎犬，走，坐魔法气球跟上他们。哦不，气球也被抢走了。哈哈，抓住那些蓝虫子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救命！救命！他们抓到蜂蜂。救命！救命！放了他！你们这帮坏蛋！抓住那些臭嘴的甲虫！他们跑不了了。是吗？那就来尝尝这个！汪汪，快跑！赶紧离开这儿！老天呀！但愿莎莎、怒怒还有嗡嗡没被抓到。欢迎来黄蜂巢，就像垃圾堆。说得不错，女皇。可是我相信，没多久，你们这些家伙就会把垃圾堆变成整齐的蜂蜜制造厂。我们绝对不会给你们这些寄生虫干活的。是黄蜂，不是寄生虫。你还有你的工蜂，给我建造一座新的宫殿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你的蓝精灵朋友扔到沸腾的蜂蜜锅里去。别管我，翠西女皇。哎呀！爷爷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那好吧，黄蜂大王，你赢了。我早知道你会明白的。快去干活吧。大家听着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对，你们的女皇被强盗黄蜂给抓走了。女皇被抓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被抓走了。没错，所以
没用，他们只听女皇的。我的松鼠啊，光在家哭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得组织一个救援小组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们的朋友也很危险。该怎么办呢？朋友，蜜蜂只听女皇的，没有了女皇，整个蜂巢就乱了。我知道怎么办了，你还有你，召集所有的工蜂在冰淇库等我们。是蓝精灵陛下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他们竟然听你的。莎莎，你把他们镇住了。别说了，怒怒，得让蜂巢运行正常。汪汪，你跟我来。我的六月虫啊，别哭了，回去工作，准备蜜巢，清理蜜虫，打开龙头，快点去呀、啊！他们真听你命令了，蓝莎莎，继续工作。谢谢你，汪汪，大家继续工作。天哪，蓝莎莎，你真的像是这儿的女皇。对，我还要组织一个蜜蜂敢死队进攻黄蜂的老巢。我们从来没用过这些武器，莎莎，有问题都是女皇来解决的。可是要是想救回女皇，就得先把蜜蜂们武装起来。武装起来。对，据蓝精灵的书中记载，刺杀时应该这样这样。好，大家试一下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看来我用不了这些家伙，你最好别带我去救姑姑了。会行的小猎犬，汪汪，你应该相信自己。嘿，你的蜜蜂干得太慢了，才干了一面墙。我的蜜蜂已经竭尽全力了，他们需要休息。不是需要替换，去叫你蜂巢里剩下的蜜蜂都来为我干活。休息啊！啊，别轻易拒绝，那老头可差一点就进洞锅里了。要不要再放点绳子呀？孩子，不要听他的话。好吧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服从你，黄蜂大王。我疲倦的猪啊，当蜜蜂的首领还真不容易呀、啊。对抗那些黄蜂更难，你觉得我们真的能行吗，蓝精灵陛下？嘘，别让他们听见。汪汪，好不容易才让他们鼓足勇气的。还有，别再叫我什么陛下。是，蓝精灵陛，莎莎。蜜蜂们请注意，我是你们的女皇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蜂巢，向黄蜂投降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现在怎么办，莎莎？她是我们的女皇，我们必须服从。那就按他说的做，不过要用我的方式。前面就是那些黄蜂的老巢了，真不知道这种打扮。嗨，这可是我唯一的计划，知道吗？也是唯一的机会。准备好，开始行动。真该早点找到这么好的劳力，活干得真不错呀。完工之后，我的黄蜂堡垒就会坚不可摧的。植物园万岁，女皇万岁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哪来的两只蓝色小甲虫啊？那些蜜蜂都在听那个丫头的命令，抓住她。你得先过我们这关。哎，放她。越狱，女皇，可惜该结束了。马上命令你的所有蜜蜂交出武器，不然就叫这老头进炖锅。叫谁老头呢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按黄蜂大王的话做，臣民们，我怕他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不能轻易放弃，姑姑。植物园万岁！哎呀，快走，孩子。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小蜜蜂，嗡嗡。哦，嗡嗡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好得很，姑姑。我叫，救命啊！如果你不想被化成蜂蜡，做成雕像的话，
你最好现在发誓永远离开植物园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救他出来，把他驱逐出我们的王国。是，女皇陛下。为了表达我们对所有蓝精灵的谢意，请接受我们的这些蜂蜡蜡烛和蜂王浆作为礼物。还有你，莎莎，愿意留下来帮我管理蜂巢吗？哦，我的比目鱼啊，我很荣幸你这么说，可你真的不需要我，你需要的人其实就在你的身边。我懂了，是你们这些蓝精灵让我看到了在我的王国里还有这么勇敢的孩子。好了，孩子们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再见，再见，朋友。再见，妈妈。再见，再见，莎莎。阿拉卡普拉斯特，请快速前进，飞向我们要去的地方——蓝精灵村。最后，我们终于赶走了邪恶的黄蜂。可爷爷，你还忘了讲莎莎管理蜜蜂王国的事呢。别急，别急，努努，别着急，该你了，莎莎。这个嘛，还要从女皇被抓走开始说起。看来蓝莎莎也要讲故事了，大家听吧。